今天是圣诞节，12月25号。我们今天早上很早就起来了，大概是4点多的样子。现在从家里出发去 Gatwick，赶从伦敦去 Tenerife 的飞机。最近这几天呢，23号起就是 border control 的那些员工呢都要在 strike，都在罢工。很担心飞机会延误，所以我们就提早出发。现在路上就没有人，因为大家都在等着圣诞老公公的到临，早上要开礼物。对，我们现在在机场，然后人特别少，就是比以往的时候少很多。希望这次能按时起飞。这是我们，他们这个是一个 all inclusive 的一个 hotel。天气很好，游泳池都是开着的，然后它有很多的这些 kids club，还有很多小朋友的节目，然后晚上有表演。这是我们的房间啦，走了一大圈，哦，它是那个还蛮大的，沙发变成了一个床，给小朋友睡，然后还有电视，然后这是给，哇，真不错哎，这么大，这是。是那个洗手间，看到外面，就在这棵树的这边。